어여. 逼我谁谁一样，然后再说我怎样，真的是回来了。四颗，真奶绿。上班的气氛。三滴呀。要架这个奶子平衡仪，没有啊？拍3D 啊？拍3D？对啊。然后两个镜头吗？嗯。好笑哦。酷哦。在录影吗？在录影啊。你在干嘛？跳艳舞啊。你可以戴那个假发跳艳舞吗？拍3D啊。他怎么拍到后面？前面235度啊，够了啦。235度。所以我现在在角度里面。嗯嗯。那我在角度里面吧，这边是一度，拉到这边吧。是你买的吗？我买的。他拍超过100的。其实他本意是，他官方套件是拍360的风格，只是淘宝有人做，就是3D，就是3D列印的套件，让它可以变成两个在前面平行这样，然后变3D。所以之后会有 stereo 的现象，对啊，我觉得你不要站在前面，因为他们做成 VR 照片，然后阿姐在家也会这样，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可是你 3D 是不是也要就要戴那个？好啊，那個、眼镜才上。走啊，我叫 Vibe 吧。看到那个吗？我们大家都在看那个。没有，他刚在中间，他刚在中间拍啊。然后就有拍回什么成果。我刚去的时候，大家饮料拿差不多，有点难过。哦。